定，看他，他不会一张，嗯，也能发货了。过来，爸一样无？已经开始，开始在右边啊。不会，嗯。我这是小 case。不会啊。我南上高未捉到鱼啊！干嘛这样啊？我南上高未捉到鱼啊！去啊！他要去，他准备要去点歌了，但要先散吧啦。他要先抽烟，才开个嗓。点做伙呢？他要先抽烟，开个嗓。做现在两尾啦。四尾啦，六尾啦，八尾啦，十尾啦，人一尾卖三十，就爱偌济啦，三百嘛。一尾到二十一尾啦，十四尾啦，十五尾啦。拢念的。十六尾啦，拢念的啊，两百啦，十六只。这不 K 完了，十八只而已啦，十八位啦，上多少？来啦，两位啦，几位？八十吧，两百。哎啦，七彩啦，几位？我跟你讲啦，八位啊，六位啦，十八位。哎啦，第一十啦，八九，十位，十二位，过潮你十四位。十万块，来啦！我难怪我买了就袂使动啊。哎啦，买了就无咧动啊啦。对啊。五买啦，七买啦，八买啦，九买啦，十买啦，二啦，三啦，四啦，多好！两百，紧来哦！三、七、九、十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来。哎，有没有买到？进来哦，两百够人系无？那里有投币式的。十六，这里全部都投币式的。这，这里全部都投币式的。十二、十四，我没有看到投币，没有。来，阿妈应该是卖完了。还够人系无？阿妈应该是卖完了。三位，来，十位。九尾，十尾，十二尾，十五尾，十六，来个两包，200块。阿彪，来两包够人系无？来两尾，四尾，六尾，来八尾，十尾，十二尾，来十四尾。够人系无？我问看卖，无人系要开啊。还够我一个啦。这十四杯，来个200，人系无？200，我吃袂袂掉就好啦吼，我吃袂袂掉啦。200收济啦，就100啦，看人系无啦。来二啦，四啦，来啦六啦。今天没有白带，它是冻回。鱼的部分快卖完，它可能鱼卖完，鱼的部分卖一卖，它就结束了。不等于吃大只，那100块一只呢，够大只。八百。再多少？没有带很多啊。一包八百，你买五包半包尔呢？
把浮标进在里面。来，我问着了，要吃鸡肉签的。啊！我啊！哎，你咧讲鸡？哎，你咪先给我讲鸡，讲鸡把浮标。人咧有咧讲鸡，无咧讲鸡。来，这边过来呀，过来呀。对呀。人要抬这个点，坐一坐。那波浪，波浪，波浪。换换有。哎，你这个。小麦大料的，五千两包啊，五百。我跟你讲哦，跟你们讲，我，他拿了一只土托，好像是。小麦哈，出价我骨头啊，这个土托吧。好像是一个月前。你别去啊，你搞啥算账？骨头困坑了。他拿了土托去乌日曼。我把四百了，三百了，快三百块了。然后我把影片上上去以后，男生啊，只要看到土托，男生只要看到土托，都会自动认为他是绝交啊。一包一百粒，一包一百粒，有人买无？高丽菜水饺，一包一百粒，你去网络。然后就留言说，就只要给土土。这种物件哦，无啥利润，两百块。然后还讲得很开心。两百块有没有吃水饺的？有人买哦，两百。我完全不想理他们。无吼，哎，袂要紧，即下用咩啊？我来只老公，即下旁边来。很奇怪啊，男生讲到海鲜就觉得，讲到车子跟海鲜就觉得，他们就变博士。我问你，这蚵仔虾有人买无？虾子，一个斤半，哦，一个斤半，这水的，这乌心的，乌心人开，超级漂亮的、哦。鸡啊，要收水，一个斤半重，我一鸡啊，这一个要你卖你三百的啦。而且现在我问一下，一个三百，两个六百，有人买无？来，这种物件花一家了啦，固定介绍下来啦，一人买两个，一个三百，两盒六百，有人买两盒的吗？五百块了，两盒五百块，把人买鸡啊，两个五百块，两盒五百块，两盒五百，哇、哦，来大张一个，进来。你鸡啊，够有人买无？两盒五百块。我们吃虾啊，无两块三斤重啦，一块斤半重，两块三斤重，两块五百块，人来无？两盒五百。来虾啊，搁上来啦，两块五百块。老板要，老板给。两盒五百，有没有人要？还有人要虾子的吗？都有了，来这边来。来虾啊，搁上卖来，两块三百块。卖两盒，两盒五百块。啊哟喂啊！两盒五百块，人来无？无啊，好，来起这边来。卖安尼啦，哇塞，你话啦来，你鸡肉签我袂卖啦，鸡肉串一包内底两签，这肉生贵，内底无骨啦。我招一人起来，你水条讲一包内底两签无骨啦。哦，是好啊，长期要搁生无够咸啥，阮烤肉酱，你若买烘的，用真的，用煎的拢好。一包哦，我用一千毫克加卖，一千毫克四十啦。反正我一包卖八十，一包八十三百的。你也是，我少赚两百块四包哩。上买五包，上买六包，上买七包，上买八包，上买九包，上买十包，二十几包。先买来两百块的，我赚两百块够人来，两百块。这支够十支，这支够请了十二支啊，十三支啊，十四支啊，十五支哦，你也能挂了。十五包唔十五包。厨房，你好风流。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，还能挂来。厨房你都没变，还是那么风流。一、四、我可没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。ATM 哦，十，
这鸡肉，鸡肉，多少钱？一包，十包，十二，十四，十五，两百，十五包两百啦。这里的 ATM， 这里可能要到山下才有 ATM 的。来，这梅花猪肉串等你啦！梅花猪肉串这个人买，赶快有时间无够，咸生无酱无骨嘞，反正现在赶快两百块，一人买四包。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、十包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两百了。来，哇！还有两百，先买来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哇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，来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。舒凡，你好受欢迎哦，你都没变。还个两包，人还无四包，两六包。结婚前就这么受欢迎，结婚后还这么受欢迎。来十四，来十五，来个两包来。来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，来十五来，个人还有两包。一点都没变。来二，想当初跟你在一起，你的电话就响不停。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，两百来。来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。鲜虾馄饨啦，这阮爸应该毋捌再来遮卖啦，真正诶。这有人买无虾馄饨内底包虾仁诶，内底有加油葱酥哦，你当起会使煮汤。你若买煮汤用钱诶，炸馄饨你听有无？鲜虾馄饨我问者一块，好你买卖块就开两包包虾仁两百块，一块两百两块，一块两百两块四百啦。我觉得这两盒四百块，两盒三百了啊，三百块。有人要三百无？这三块是三百块了啊。三百块鲜虾馄饨三百块，无人来哦。来，我招一个，这块我送来三百了，一块总共一百块，不平啊。馄饨嘞，买个什么吃嘞？三百有没有人要？包虾仁嘞，免事啦。三百个人要吃的无？你要来看就来看呐、啊。我买两块百五，有人来无？一百有诶。好，我吃来。买百五的够无？来一瓶来。来百五，搁上来来，一百五，一百五还有人要吗？都有了吼。早安，早安。百五，还搁百五有人来无？一百五的，都有了吼。来，再给你更多来一点。老婆肯，女儿也不肯。来，这虾仁卷虾仁卷，这你也快摆哦。
等两个月拜公拜神哦，下年冬你啊，你去外口买着，带阿姊较好，一条偌济？即马较贵啊，即马这一条150虾仁卷，一条100块，真真正正切切用梅仔之粉啊，用番茄酱料啊，一条100，两条200，三条卖300，我招一个200块了，我人卖200块，这条搁送你个200块，来5条200了，200块啦，我人要食个200块虾仁卷。哎呀，这条我送来200块，200块，200块，下零顿，虾仁卷，我人卖200块。200块，因为今天他卖的比较便宜哦，我是要人家来买，我今天没有要留货。是，过来。哇哈！因为今天不好卖，然后我不留货，我希望大家来现场买。来，因为今天不好卖了哦，然后我尽量不留，我就不留货了，希望大家来现场买。来，头前来，搁少钱，200来，4条。6条，还阁8条，200块，200块人来无？无啊，这包豆皮，这使就用炒的，我听话使用炒的，不能包人来无？有啊，最后两个没有了，都有了哈，拢有啊哦，我去订来。青鱼片还有龟心无？无啊，剩桌顶只尔，你看卖，我送互你，我送互你，分钱，那个算算来。这个卖到8条就没有卖100，你要100就3条而已。对，刚才有讲的来，来这个来，来我们这个飞机条最后一份200块给人买花枝条，深海花枝等于差3、8条啊，200块最后一个200块，200块有人要飞机条无？来起起来。好啊，来5条500。5条500块，干嘛？还是全部给你？2、4、6、7，共给你600块，不行吗？7条，600，这个真的，对，五条，5条就500，这7条为600，啊，别2条剩700块啊，600块，好，你问看卖，你问，来。来多利有人要吃无？这边我介绍啊，完全无饲，一只饲拢无。饲另外样，你啊吃到120岁，你我咪叫鸡呢？啊，这啥好问者啊？另外遐等于煮汤煮糜，糖醋红烧、煎鱼排拢会使，要烧好吃。你水娘一包好，你卖超市一包卖百，一包1公斤，2包卖36，2包卖300，这2包少一人提下来200块了。多利鱼到人要吃200块，你们要吃多利鱼的200块，2包200，好吃哦，无人来了。来200块，个人要吃无？佫少一人，摕200块，2包200块了。200一定啊，150了。来，佫现在多利鱼这2包过来，2包有人买无？2包200块。火锅鲜鱼排，铁板烧的鱼排也是这个。你去快炒店，人家做糖醋鱼，那个也是这个。个人买我200块，200块就好了。那个刚刚那个鸡蛋多少？600啊！你有没有买？没有，要买人家买了。鸡蛋，600啊！对，你有没有要？要不然就给人家喽。我要呢。你要好。要，就先包起来了。600，你能包两百？无问题，200块。拢有啊吼，来，我甲你讲啊，冰箱面卖都无人买一包有人来无？100块就好了，100块。一百。不一包有人要吃无？100块这边。100块还有谁要吃的吗？100块就好，700块，吃不了买一包100了。好，来100块来后面来，100块够什么吃100了？够什么吃100块？100块了，100块。100块还有谁要的吗？来一边来。
什么？我是搞完，你才搞完呢、欸。朱凡，你才搞完啊？谁搞完？哈、啊，个人还无100块，还有谁啊？100拢有啊、哦！还没到来，他、啊、有没有是跪下巴的？他起码还过跪下巴来，你过老番鬼的跪下巴，去到单位拢卖无够了。哎，招啥？我问一下，这哦，这两天中秋拢破500，今年唔免啦，我招一个300块，300块，有没有吃鲑鱼下巴的？300块，300，拢无人卖过这哦。不用烘的啊？还有人家鲑鱼下巴吗？用烘的，用蒸的，猪皮锁。用烘的，猪皮锁，用蒸的拢好吃，真的。来个人来无？我问一下来，300块就好了，来300。还有人要吃吗？300块，鲑鱼下巴300，有人要吗？鲑鱼下巴300块。啊，这个不一定，这鲑鱼下巴就快。来啊！不止千两千块，来个人来无？我问一下来，300块还有人要吗？300。300块还有人要鲑鱼下巴吗？你过一下包吼，我讲前两天啊，大家拢满规箱的，真正。对，这是八卦山。有人要吃无？300块，搁招一个300的，过一下包，无骨无翅，倒去你搞煮汤。